在这个巴黎周期三年是很快的，然后世锦赛、亚运会，然后到选拔赛，然后到了巴黎奥运会。然后首先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就是团体嘛，我也是为了团体这个目标，就是说一直跟队友一直在坚持。然后团体过了，当时也很难受嘛，就是说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我就很享受当时给我的人生当中给我就是这种体会，我觉得就是奥林匹克。然后过了之后就是吊环，讲完吊环我才想到今天的双杠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有遗憾，然后也有收获。